又降了又降了啊！家人们快去抢这款蓝莓叶黄素植软糖，厂家呢是 18.9 给大家发整整六大瓶，但是主播呢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啊，咱再直接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，咱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3.9到手是整整六大瓶，厂家控价之后优惠券随时关闭。咱家这款蓝莓叶黄素植软糖呢是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啊 ，CPIC 太平洋保险承保的，咱吃着更放心。它适合什么人群呢？就是像咱平常眼干眼涩眼疲劳，经常 iPad 手机不离手的啊，经常在强光底下工作，在电脑底下工作的朋友啊，咱都可以去吃它。像小朋友呢爱玩 iPad 爱玩手机爱打游戏的啊，像老年人呢爱刷短视频爱看电视剧的，咱都可以备上一瓶蓝莓叶黄素植软糖。像大人呢咱一天吃两次啊，一次吃三粒就可以啊，像小朋友呢咱一天吃两次，一次吃两粒就可以，都是这种 QQ 弹弹的。味道呢是酸酸甜甜，特别好吃啊，蓝莓口味的，就像吃了一个小糖果似的。而且咱家这款软糖呢真实的添加了叶黄素酯，叶黄素酯呢是咱眼睛的一个保护伞，需要通过外界去获取。而且还特别添加了 DHA 藻油， DHA 藻油呢对咱这个眼睛啊特别有帮助。下面啊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立减5啊，13.9到手是整整六大瓶，厂家控价之后优惠券随时关闭啊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留单，跳楼价嘎嘎合适。